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破碎之海医宝箱105，优乐片段180，元神一条龙 4.8 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。好，今天是我们来到这边的第五天啊，那这里我们打开我们的任务列表，来到了，找到这个任务啊，追着目标直到世界尽头。那这里我们再调整一下时间，到次日的8点。这时间行者，好，再跟着任务指引过去。啊，贤龙玛娜，你紧张吗？好的，对话白，然后我们直接上车出发。坐在玩具小车里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，你还真是到哪都玩得起来。前面的雾变浓了，点数不错，今天内中转站到了，请各位乘客下车。好，这边要清两波怪啊，清两波怪，然后连接这个车厢啊，顺便啊，这里我们就一刀切了。好，现在继续乘坐列车。好，那我们对号完之后啊，再往北方向左上方低头，这边直接跳下去。好，那下来之后再回头，这边这里西南方向敌图左外角交互键，把这些东西捡起来，捡起来之后这边有箭头啊，给它放到这里。好，那长按攻击键啊，也就是长按鼠标左键啊，长按攻击键啊，就能瞄准放置了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龙鳞捡起来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往东北方向敌图右上角这边过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这个什么小人啊，再点击坐下，积木小人，然后在这里一直等他头顶上那个字给他亮完。啊！啊！方、啊、鱼，鱼，鱼。然后他说完之后，我这边出现一个普通宝箱，开启这个普通宝箱。拿完了这个宝箱，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。哇，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个蓝色小人头顶上积木捡起来，然后放到这边顶上。哇，解锁这个精致的宝箱，开启它。拿完这个宝箱，西方向地图左边这里，我们直接往下跳，打开风之翼啊，往下跳。那在这个木质的这凹槽的这条路啊，直接走过来。走过来右手边这里有一个黄色小人，和他对个话。好，他会给我们一个摩拉堆，拿到之后我们继续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走。走过来左拐。哦，左拐这里下来。
下来之后，这边这个地鼠啊，地鼠来摸一下，然后它左边这里就会啊，把这个顶起来啊，这个炸弹顶起来，长按给它放到墙上。好，炸开之后从这边进去，这里面的怪啊通通给它清掉。好，那清了怪之后，这边过来，你还好吗？好，这样出现一个珍贵宝箱。好，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，拿完这个宝箱，东北方向地图上角，这边这个炸弹捡起来，墙上装上去啊，把墙炸开。好，走出来，面前这里有个楼梯，从这个楼梯爬上来。好，继续往右，这边我们再继续往上爬。好，这边爬上来，然后从这个石头台阶往上走，走上来之后往我们左手边看，南方向地图下方这里过来，然后把这个面前那个橘黄色的积木捡起来放到右边的顶上。好，然后是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下角的一个绿色的，捡起来放到左手边这里。好，这样解锁这一个精致的宝箱，我们开启这个精致宝箱。拿完这个宝箱之后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里啊，点击我来猜猜。这边选最后一个，第三个啊，两次都选第三个。好的，那这样再来拿到这个精致宝箱，去拿完这个宝箱之后啊，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过来，在这里有一个这个叫红色的积木小人滑滑梯，给它推下去，拿到这一个摩拉堆。拿完这个摩拉堆之后，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过来。好，这里一直往前。好，这边的话我们跳起来啊，它会往上，这个是蹦床啊，然后拿到这一个优乐片段之后，我们再回头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走回来，走回到路上，然后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过来。好，那现在在我们旁边这里，这个什么花啊，这个花 A 一下， A 一下之后出现蜂场，跟着蜂场往上飞，然后去到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对面过来，把这边的这个什么柱子啊捡起来，然后拿到精致宝箱，回头这边给它装在地上。好，然后连接一下路线，魔线飞行回去，这边就出现一个，这叫做摩拉堆，好，金属盒。那拿到这个金属盒之后，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走上去。好，一直走到前方那个士兵这里啊，然后在这个士兵这里抬头，这上面这里交互一下，把这个给它抽出来。抽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往这边啊，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走过来，绕过来，回头这里把这个抽出来。好，抽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往西方向的右手边这边往上走。好，在这中间有一个普通宝箱，开启它，然后往左手边南方向的右下方爬出来。爬出来之后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啊，好的，应该是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往下跳，再过来。好，这里点击我也来试试，我来试试，然后把面前这坨装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他右手边这一坨装到这里，然后问他喜欢不喜欢啊，就可以拿到这一个精致宝箱。拿到这个宝箱之后，我们再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，现在我们要去到这个顶上啊，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啊，这边我们走上来，从这里往上爬。它地上有箭头，跟着这个箭头这里走过来之后，往左手边爬上去，跟着地上的箭头这边把这里抽出来，然后顺着往上爬。好，拿到这个优乐片段。好，那这边拿到优乐片段，点击任务追踪，然后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啊，这边我们就跳过去。好，跟着路走过去。
好，那现在我们把龙鳞放置在这里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山洞，进入山洞。左手边炸弹捡一下，把墙上的木箱子打碎，朝里面过去。好，那过来左手边，左手边这里啊，我们掏出一个火属性角色啊，然后捡起来放到，把积木捡起来放到这个木桩上啊。接下来把这个木桩啊，把积木给它点燃。好，然后拿到这个普通宝箱，拿完之后南方向的下方啊，过来触发任务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进入到副本里面啊，进入来，进了之后直接往里面走。诶，前面好像已经有人进来了。诶，你们冷静点，我们可以一起行动。他们走远了，我们也快登场。好，魔线飞起，这个副本比较长啊。这副本比较长。诶，什么声音？是震了吗？诶，跟着任务执行走。他们人呢？有勇无谋的家伙。好，左手边这里有两个积木小人，把这个石堆打碎啊，拉到这个金属盒，然后继续往前。好，这里的话看到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把柱子捡过来装在这里，然后魔线飞行。好，这边的话要把这一怪清掉啊。好，我们对话完，然后过来这里把炸弹捡起来啊。哦，应该是清完怪啊，墙上炸开。这边拎过来一个金质宝箱开启，拿到之后我们再继续沿着路往里面走。好，这边我们只需要躲就行了。巨型鲨，好，什么二话不说就攻击我们呀。可以把尼努拿出来扛啊，血量够。好，好，好，这里对话完之后我们直接跟着任务行走。好，这边直接平 A 这个装置啊，然后把它让它把我们送上来。哎，这里跟着路再走出去啊。这里的景色和上面龙的巢穴很不一样呢。 H， 好，前方是有这个蹦床的。先往上蹦。好，这里捡起旁边这个炸弹，往右手边走过来，装在木箱上啊，来炸开。右手边的柱子捡一下啊，好，装在这里，魔线飞行上去。好，上来之后在右手边这里有个普通宝箱啊，开启它。好，然后再跟着任务执行走。前方这里有个金质宝箱，靠近之后会出怪。好，我们把怪清掉。好，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个金质的宝箱，拿完之后再继续往前走，跟着任务执行走。好，这边从楼梯往上走啊。他好像很生气，我们想和你好好谈谈。
注意体力。好，这里有这个蹦床。好，把这个把路拉出来啊，蹦床拉出来啊，哎，啊，好，这边的话可以，这边的话有两个箱子，把这两个箱子给它打了，然后你捡起这个柱子，捡起柱子，来装到这里，装到这个角落。我现在飞行过去。好，如果你血量没了啊，这里加血啊，我们的家园 ，Enako 邪龙阁，师姐，王城的星星被夺走了。不，我想回家。我们没被龙吃掉，那条邪龙把我们放到了这里。好，继续跟着任务指引上去。好，好，往右边，西南方向，地图读来了。蹦过来啊。他帮我废除了，这边注意躲弹幕啊，躲弹幕来打。好，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啊，这边有一个炸弹，把这个炸弹捡起来，等他把嘴巴张开的时候，好，现在我们再把这个炸弹装到他嘴里，那个炸弹干嘛生意才卖西啊？好，这边炸了之后，再往东方向地图右边啊，这边走，当心点，掉下去了我。这里躲弹幕，好，然后再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走哦。这是真的冷气服下来了呀。好，这边他攻击完之后，这里出现一个梯子啊，沿梯子往上走。好，过来蹦床往上蹦。好，过来之后路过一个金质宝箱，开启它，然后继续跟着任务行走。哎，注意体力啊！这里开始躲。好，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，地图下角这边，这里有一个这个啥啊？这叫什么呀？有个花，记住这个盆啊，这个盆和这个花啊，记住它。我们一会儿还过来，先专心躲弹幕。怎么又出现了两只？
嗨，眼睛是注意躲避。不、哦，嗯，不、哦，好，那刚才那个盆的位置啊，看到没？它出现一个吱吱，吱吱之后，我们它这边就会出现炸弹啊。如果没出现，你就靠近它，它会又出现炸弹。然后中间这个，等它张口，给它放到它嘴里。嗡、哦，好，那对话完，我们直接往下跳。好的，那在我们左手边这里有个老旧的日记。明明我没跟爱丽丝的，芭比刚才亲说，书架上发黄的信件，亲爱，我和你 A 说你们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边的第三幕啊。那我们这一批也就到此结束。那现在我们的优乐片段是180个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。